看一下无痕，这面对对面三人的包夹，一个大招接闪现逃出，但是被减速，还控制放纵连控回推，又是一套电光火石的操作。这张大招杀出来，但是被挡住，但是对面两个残血，这没办法，诺诺的这一个一技能回推，简直把朵尘打的心脏都停了。拉回去能不能换掉？没有，酷二连击破。X 库是五个人的，是的，不是郭武前来支援，是哪吒是不在的。老夫子去了，已经打了出来。小雨经常大招硬开，视野全占。这一波主宰放纵收掉了，收完了之后还杀掉了 S 剑客一人。对，又来了，这是要咬一口吗？刘备强突脸两下直接秒了，杀了自己的核心后排的 C 位小云雨，然后小雨自己也阵亡，没有了辅助啊。那里这边一夫当关，哪吒虽然说被捆住，但是一个人牵制了对面三人。这一波震一下，阿泰深入敌后，一口二技能加治疗奶了回来，一波强打，仙阁被 XQ 包夹，第一滴血进入了放纵的手中，再加上这些小雨闪现被打了出来，这一波走位 XQ 能不能抢到进去了？放纵直接收掉了暴君，等级上又是领先了。仙阁选择后撤，但是这边看到了一个开启伪装效果的诺诺，可是打不过，神丹前期伤害不足，不可能牛魔走不掉，闪现交出去了，这闪现交掉，再推，大招，大招，死之前打出了大招，哎呀，这是一个兄弟一个平 A 交掉，又来强抓，这一局你没大了吧？哎、没有大招了，没大，还有沉默，所有伤害全部打到，芈月直接极限一技能逃生，但是无奈身上还挂着一个 TNT 炸药啊。那这个塔就有点危险了，带着闪现躲掉牛魔的大塔清掉，还要杀人，不见打中了，然后达摩一拳踢到了对手，但是队友没有跟上，相反的自己被秒，伤害太高，这个炸弹牛魔走开了位置，但是剁成没有办法，只能跟神男一起爆炸。芈月一技能是深入敌后，但是大招已经交掉，要被抓呀，牛魔开大，大招能不能抢掉？诺诺二技能硬吸走了主宰，这就厉害了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没辙啊！无极阿泰进场能不能杀掉？杀掉了阿泰。但是鬼谷子进场又是一些两个人，这个孙膑的一技能杀炸死了两个人，双杀呀！太漂亮了，前锋啊！有大招，有大招，跑，但是诺诺进去了，再一吸吸回来，两个人直接全秒。一个老塔强打，完全不虚。是的，放纵直接阵亡，顶塔死，库一个人切住了两个，再。切轻剑，二技能还要硬打吗？走了，诺诺能换顶塔，强拆水晶，让我们恭喜 XQ 2-0战胜了仙阁。